前呢、啊，这个当年呢、啊，你跟 Karen 来唱这一首、啊《难忘的回忆》，难忘这个《光岛之恋》嗯。对，我们甚至都怀疑这个张老师跟 Karen 之间有一种感情的情愫在。今天可以唱成不是有一种情愫，是我们在一起过。你不要再假敷脸，敷脸，因为我有今天特别之处，因为 Karen 就是我的菜。因为我出的他还是他，是他，对对对。那我觉得这集播完之后，张洪亮老师会来提告，是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我这种愿望算是达成了啊，可以上面没有宪哥唱了，宪哥应该，因为他说他差几个手保守，所以他想宪哥很久，给个 key， 给个 key， 阿明老师那个副歌，我要来吗？来。可是我的 key 单多两个 key 就是原 key 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真的 ，It's my pleasure， thank you so much。我认真唱，好认真，不要开玩笑了。10月7号、8号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你早就该拒绝我。哇。来爱。